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不是，这是我在伦敦时装周走的一场秀。上周一直在参加时装周的模特面试嘛，就在伦敦这边。我的妈呀，竞争真的很残酷。我汇报一下，我面上了两场秀，但是这两场秀因为时间一样给撞了，所以我的经纪公司替我选择了一场名气大的，可以上 Vogue Runway 那种，也就是我所愿，是中国设计师的牌子，所以我很开心。因为现在真的说实话，走一场秀好难呀，尤其是新人扎堆，然后很多人的这种时候，但是就是机会嘛，是留给新人的，我就很佛系。但咱们也不是走秀霸路线，然后看到很坚定的喜欢你的品牌方和秀导的时候，我觉得已经很知足很幸运了。像今天这场秀就是他们很坚定的喜欢我。我现在在地铁站准备出站了，以后就去面试的路上了。看一下咱们接了穿搭，我就过闸机出站了。还是又是撞了伦敦一下。因为这件 jacket on 的时候，现在要放。妈呀，你看看我碰到了谁。哇，我一会儿一定要找他合影。他演过很多电影，我看到很多女生都会拿他做头像。我说我很喜欢他，好漂亮好可爱。他也夸我好漂亮好可爱。然后你看到没有，他对我这个宠溺的眼神。妈呀，我自己都磕我自己。妈，我要睡哪里了？ Girl Blue 看到睡哪里了？多人啊！上场和对闪光灯闪的，是不是？社死，后续表情包，好多人啊！三排五分钟，走完车就回家。非常少女的一个牌子，当然还给我们身上每个人都喷了玫瑰味的香水，现在就非常玫瑰，好好闻。就我这么多年是第一次在身上喷香水走秀的，有那种玫瑰式的沉浸体验。然后每一个模特都很漂亮，今天特别的仙，像小精灵一样。这里光线好，我们三个中国人相聚了。因为中国品牌做很多中国模特，你看她超级美，她就是我的电子闺蜜，打个招呼吧。嗨，我电子闺蜜的颜值。小饮料，是苏三房，真的很可爱，好好喝，完美下班。